欢迎大家观看神宝919吹风机吊臂安装视频。打开包装，找到固定板、水平仪以及三个膨胀螺丝，用固定板在实心墙上确认高度，并使用水平仪保证固定板处于水平。特别注意，固定板底部离地面高度为1.8米，切勿随意调整安装高度，否则会导致吊臂无法正常工作。通过固定板确认螺丝孔位，标注并打孔。通过膨胀螺丝安装固定板。安装完成后，将固定板保护盖通过配套螺丝固定。安装好固定板之后，取出吊臂并安装。吊臂完成安装之后，请将卡栓保护盖上面的螺丝卸下来，将卡栓里面的塑胶件拨动一下，然后把卡塑胶件往上推，这样里面的卡栓就可以卸下来，就可以正卡栓取出来之后，我们可以正常安装机头了。将卡栓卡进去，然后塑胶件往下面放。再用取下来的螺丝将卡栓保护件拧紧，塑胶件螺丝拧紧之后，整个机头的安装方法已经完成了。最后请大家注意，这里有一个弹簧保护件是必须要卸掉的，否则会导致吊臂无法正常工作。弹簧卡栓卸掉之后，吊臂就可以正常工作了。首先我们通上电源，打开电源总开关，左边是风速，右边是温度。在使用过程当中，可以轻按两个旋钮，任意一个暂停工作。神宝919吊臂式吹风机，可伸缩式设计，有效节省空间。一台机器通常可覆盖2个工位，使用范围更广。